是跟来汤的。办会的，会的，会的，对。他刚刚讲上海啦，上海啦，好多有吗？怎么说是上海家川味的？麻公豆腐泡面。哇，麻公豆腐泡面是真够麻的，这一次是。Oh my god！这么多哎，起锅了，超麻的，很麻哦，是会辣，非常麻，麻辣味道啊，麻公豆腐。而且我是有看错吗？菜盘上怎么会有香蕉？而且我是有看错吗？菜盘上怎么会有香蕉？哎，对，怎么会有香蕉？饭后水果，你懂什么？还有那是啤酒吗？饭后饮料啊。然后用刚才的，只用一点点而已。这什么？那什么？粉吗？嗯，要这样。你先让花椒油跟花椒面，跟它先拌一下。先拌一下。太妙了。绞肉如果希望它下锅以后能够赶快散开，锅子最好不要太热。对，冷锅最好。冷锅。哦，一热锅的话呢，肉好像碰到热的它就全紧了，全部紧了，很难分开来。对对。麻公豆腐跟麻婆豆腐有什么不同？加个香蕉，用啤酒当汤底。绞肉煸香了之后呢，就是炒豆瓣酱的时候。是是。任何麻婆的做法，其实都很建议这个步骤。对对对。这时候把姜末蒜末进来。对对。是。再进入汤面，弄得好。漂亮。啤酒哎，真的。啤酒。哇。伸手给我。我这个是这样的，啊，那当然了。哇，嗯，不会，啤酒出来香味，嗯，不会吧？会蒸发掉？哎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味啊，对，它一定会蒸发掉的，没有了。那留下来的是什么？麦香，留下来是麦香啊，麦香，啤酒花的味道啊。看那小闺女，它不会醉的，回忆。哦，所以上面的调味包是可以运用，可以运用，可以运用。哎呦，哎，怎么会变 Q 了？好，那现在这个味道呢，我下一点点的糖。好妙哦！你这么少的糖，哎，不要太多。它是写糖面。没有写糖，没有。没有。啊，小面黄。嗯，对。对。稍微有。看看要放一百六十。炸泡面。哇！那下去吃下一。那我把这个泡面呢，面条质感呢抓对了以后。再还原成原来刚刚硬的那种质感，外皮很酥，里面很 Q， 所以我说上海市就两面黄喽。哇，香蕉来了，香蕉来了，妙。哦，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切法，直接切细丝，切长条，切丁哎，香蕉丁哎。哎，是面要翻面的吗？整片，整片，整片，对啊。哦哦哦哦，好脆哦！哇！加了，哪有这么浓？抱歉，因为它要弄在那个泡面上啊。对对对，所以可能有点会的感觉，粘在上面。你等一下喝这个浓汁的汤，你会吓一跳，谁都没有去想到说你拿啤酒来做汤底。我不用喝，我刚看你这样加我就吓一跳了。好，那勾好芡以后呢，香蕉丁进来。哦，难怪糖只要放一点点，因为香蕉就很。对对。葱花儿。葱花儿进来。葱花儿。还会再下花椒油啊？还会再下花椒油吗？会一点点。对啊，刚练的很多，这超麻的。哇，这个点香的动作就厉害了。哦，这就厉害了。哎，是你刚下这么大的一个花椒的量，基本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有出现过。是因为你刚刚有知道这个花椒不够麻，是不是？哦，是。哇塞！哇，光其实吃这个就好啦，拌饭。我们下次可以试哎，麻婆豆腐下次可以试哎，哦，它就会慢慢就会回软。哇，
上面还是保持酥的，给各位哈。一定要。哇哦。这种忽冷忽硬的感觉真好。好，谢谢麻婆豆腐。麻婆豆腐。太神。